这找事儿花了113块钱吧，没有牛耳朵牛舌都没有，但是也好，他没有中间这个大骨头大牙啥的都去了，然后还是焯了一水的，来丢丢盐，倒点白醋，使劲搓洗它一下。嘿，美牛赠毛线，把这玩意儿给弄掉，带毛的地方还不少呢，仔细一检查，再给它来水烫它一遍。姜葱小牛酒，放点热乎水把它再洗洗。段明镜干挖着辣了，太划算了，全是肉啊，没看见骨头啊。挺合适，扑溜扑溜一盆呢。锅里呲点油，来几根冰糖，枣红色下锅，干辣椒，葱姜蒜，慢慢的把它炒香。来勺子盐，来几个小苍蝇，酱油，来滴老抽，来一罐碧儿，加点生命的源泉，来个小料包，啥都有。小火先来15分钟，看怎么回事。刚焯好水的豆芽子、黄瓜、香菜、胡萝卜、大蒜、小米辣，来丢丢盐，几个小苍蝇，白糖，提个鲜，老醋，香油，来一勺辣椒油，咔咔的一顿搅拌。一戳能进去就可以了。来一把小葱花，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肚子大圆，在早市花了110多买了半个牛头，让我回来给砍吧砍吧给这么烧了一下，他这个都已经都80成熟了，我本来寻思他只是焯了一水，我这一炖的时候我用筷子一搓，哎呦不对呀、啊、这个还是挺合适的，他怎么说也缩不了太多了。凉拌了个豆芽子，来个肥仔水快乐一下，小牛皮儿，我一搓，咔就搓进去了。一扎，这个怎么炖也不可能说炖的多烂乎，这是大牛眼珠子，这是大牛鼻头，一堆秀汤汤，嗯。这牛头肉太合适，实在太合适了，一块骨头都没有。嗯，为什么没有牛耳朵呢？这还没听说过哪块卖牛耳朵。我吃过涮串里边全是，咯噔咯噔的。牛舌就别寻思了，舌头贵啊。他带舌头就不可能卖我这价了。嗯，我真喜欢，比拳头差不多。嗯，就是你怎么炖，不管炖多长时间，它也是玩意儿，更揪的。好香啊，中间嗯明智，牛头肉比那个牛蹄子都划算，它这里的实实在在的大牛肉都挺多啊，都是筋头巴脑，一点肥都没有。
放松。嗯，蒜和肉绝配。这是吃凉拌豆芽子，有时候老忘买。基本上，哎，这咋又干成这样？再接点汤，我这汤没水了。带小牛皮儿的，我寻思牛皮得炖老长时间了。不有一句话就是牛皮不是吹的吗？我寻它得老硬了。身上的牛皮我还第一次炖，一般都是扒好的。啥玩意儿又不知道，滴着当了。特别香，牛鼻子，最好吃。最后一口，小汤饭。就这么大块，这么大块的牛肉，我切的大，然后它都缩了，那也整着一锅。都让我给炖掉了。没治了，哎，蒜，什么神仙的味道？小伙伴，我拌菜最好吃，真的。还有菜肉丝，什么神仙的味道？蒜又辣又香，有点肉，我就喜欢那种微微甜那种。肉球子，我在新疆店买了两个明镜，就没我今天吃这个大呢。两个花将近40块钱，38手呢。
嘎那是谁？哎呦呦，哪里跑？饱就得，对自己去撑着，还剩了得有三分之一。小伙伴如果是在那个附近的话，一定上他家溜达溜达。今天就吃到这儿吧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